看我怎么坑富婆零花钱。老爸，老爸，咱今天玩点刺激的，捆绑游戏怎么样？啊？那个怎么玩啊？我不会啊。我现在讲一下规则，你把我手绑起来，我只要能在3秒钟挣脱出来，你就得给我5000块钱零花钱。我要挣脱不了，我就答应要分。怎么绑的你啊？你只要别把我手系断了，怎么绑的？行，干什么？啊！你怎么开始啊？不是，你这就属于自投罗网。断了，你的剑。这么用力了？三，你这。好。干啥？你盖衣服呀、啊？你不盖衣服，就让你知道吧。行行行，盖好了。3、2、1，杀！你再来一次，你再来一次。3、2，不行，你绑我一下子，我试试，我也能行。那不行啊，我一绑你就学会了。加2000，来绑吧。我加4000。你也太使劲了。不使劲，你不就跑出来了吗？大姨夫。我给你数慢点哈，你等着你，我揍。3、2、1，你不是挺能吗？你不是还想打我吗？你没那个实力，小菜鸟。我天哪！3000，再加3000。你狠！我用给你转1万是吧？对。想我转？你我借他。说好了啊，不跟你赖账啊。我也让你我解开，这么笨，这么简单就学不会。